跟大家聊一聊我是如何8个月练出明显六块腹肌。我先来大概回顾一下我的健身故事。我是2015年进入健身房的，初始体重120斤。2017年开始自学力量训练，外加跑马拉松。2018年、2019年都在当健身教练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六块腹肌啊，或者马甲线也没有。2020年新冠，3个月我胖若两人。封面图就是2020年4月解封的那天拍。我从4月重新去健身房，就是以失败必死的心态去减脂的，然后到12月左右练出比较明显的六块腹肌。那么接下来说说这8个月里我都做了些什么。真的每天都去健身房，只要健身房不关门我都去，无论刮风下雨这些我都有去。减脂就是制造热量缺口，那么这个热量缺口你可以通过减少饮食摄入或者运动消耗来制造。我那个时候的热量缺口特别大，每天大概有500到800卡，我的基础代谢大概在1300到1400之间。开始的那3个月里，我记得我什么都吃得下去，生菜光吃光啃，我也觉得特别好吃。那么说说我的训练安排，开始的3个月里，我的训练安排是负 HIIT 一天，上肢有氧一天，腿和有氧一天，如此循环往复。从9月份开始，隔2天练一次臀腿，有氧和腹肌单独各练一天，不做 HIIT 了。跟大家说过，我的肩背特别宽，所以这几个月里我都很少练上肢。欺骗猜具体吃了几次，哪天吃，这些我都没有记录，也不记得了。但是我记得我至少每一个月都会去吃一次，大概是吃些火鸡面呀、韩式火锅呀、烤肉这些东西，我特别爱吃这些东西。接下来说说我的练腹动作，动作名称我也说不上来，有做几十个动作，哪一个动作更有感觉，发力感更好，我就做哪个动作。那么每个动作我都做到酸麻，差不多20-30个这样子。然后组数的话，可能做了不止4组，有可能做5、6组、7、8组，这些都要看当天的心情。那么具体做了些什么动作，大家都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，我发过很多很多练腹的视频。这次我毫无保留，把所有做过的一切都告诉了大家。我不是叫所有人都去这么做，也不是在发教程，只是在讲述我的经历。保持腹肌并不难，难的是练出来，既要求有肌肉量，也要求体脂肪。光减脂不练也很难有饱满的六块腹肌。最后大家不要模仿我，肉量缺口不要太大，不要超过500卡。那段日子我是靠意志撑下来的，因为我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放手一搏。以上所有经验分享都是关于练出饱满分块的六块腹肌，不是马甲线，不是马甲线，马甲线特别简单，减脂就可以了。那么我现在是在增肌，尽量少长脂肪，多长臀。增肌和减脂是冲突，不可能减脂还让肌肉越来越大，但是减脂和练腹是不冲突，不减脂也可以练腹肌，只不过不减脂饱满的六块腹肌会被脂肪裹起来。我现在每天的热量摄入大概是在1800到2000卡之间。训练安排的话，我现在是隔一天练一次腹肌，隔3天练一次臀，然后上肢我可能就比较佛系，想练的时候练，不想练我就不练，就这样。感谢大家的喜欢与支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